欢迎来到悟行命理学的频道，开启智慧的大门，享受幸福而美满。首先先自我介绍，我的名字许林环，出生于1969年，是悟行命理学课程的创办人。我的天职和使命是弘扬悟行而明理的知识，令人人可以领悟命运人生的意义，认清人生的目标方向，令生活过得自在快乐和充满力量，令人生越活越有价值。这个频道将令大家认识隐藏于悟行而明理的神秘力量，令你了解悟行而命运人生到底潜藏住什么息息相关的奥妙关系。影片内容的知识丰富全面实用，受用一生。运用自然生态中悟行的特性与规则，配合行为学与信念学的知识，根据科学的原理作为分析，解密天地万物组成现象的过程。内容分为五大纲要。悟行篇令你了解什么是悟行，在大自然的生态中悟行是如何显身，拥有什么特征，潜藏住什么规则，这些规则以人生中的万事和万物又隐藏住什么具体的意义，当中教你善用悟行的规则，和谐地处理和解决生活中面对的各种事情，令你享受生活中的从容和自在。命理篇根据科学的原理作为分析，揭开命运人生的真相，了解人从哪里来，最终将要去哪里的迷思，因果轮回又是如何显身，为什么人生一切会犹如梦幻泡影，到底隐藏于命运人生中规则的原理和人生努力追求的目的又是什么，在生活中是什么因素造成人心迷茫而感觉彷徨不安，当中的知识可以帮助你处理内心的焦虑、抑郁、强迫症等等各种负面情绪问题的困扰，活得自我醒觉而了解自己，直到改写人生，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数字篇令你了解数字中隐藏着人的个性以五行含义的神秘力量，如何从数字中隐藏着人的个性以五行的含义，读懂人心，睇透人性，令你知道 UF 五行计算方式是依据什么原理作为计算和分析，和传统的五行计算又有些什么分别，教你如何从身份证上出生年月日这组数字命盘中的含义，计算出你的本命号码和所属与所缺的五行，了解当一个人缺乏了某个元素时会对人生的走向造成怎样的影响，要如何从这组数字中了解在人生的路径中经常会面对些什么难以处理的问题，而五行又潜藏着什么奥妙的关系，然后教你如何从自我本命号码的正负面个性根本中认识自己，而活得战胜自己的心法，当中的知识将令你知道什么是命理学，什么是心理学，他们有些什么分别，又要如何运用当中的知识以正确的方式调整人际关系，建立快乐和睦的生活圈子，享受和谐如意的生活。助运篇教你善用 UF 五行流年计算方式，了解流年运势的起伏，分析各五行所属者以各行业的流年运程起伏，知道如何吹吉避凶，
轻松地驾驭流年的运势，往符合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令事情活得事半功倍，而突破人生。元术篇，了解什么是行为学和信念学，根据科学的原理作为分析，令你知道什么是风水，什么是众生机，他们拥有什么力量，为什么这些力量可以帮助我们驾驭命运，创造美好的人生，令你了解什么是天地磁场转移法，他拥有什么力量，如何运用这股力量将自身的磁场调整至和谐的状态，达到轻松地驾驭命运，而创造人生中的奇迹。影片内容生活化，实用的知识丰富全面，并且容易被吸收，在影片知识的分图下，有效帮助观看者提升自我，增长智慧。由于内容过于浸含，每次观看都会有不同的感悟，所以多看几遍，令心灵活得不断的提升，而充满正能量，令人生越活越有价值，年龄越大越受人人的敬重。欢迎订阅收看，有缘我们在频道中相聚。